好久不见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可爱的佩奇，欢迎收看月彩亲子的玩具视频。哦，苏西，明天就是雷阳老师的生日了，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做点好吃的送给他呀？哦，可是苏西，我们送点什么给雷阳老师呢？佩奇，我知道雷阳老师爱吃什么，我现在去打电话叫披萨好不好？哦吼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啊，苏西，原来雷阳老师喜欢吃披萨呀。对呀，佩奇，你忘了吗？哦，苏西，那么咱们赶紧给披萨店打电话吧。哦，好，我现在去打电话啦。哦，我找到电话了，我现在拨号给外卖店，打给红豆面包超人，让他给我们订好披萨。滴滴滴滴，好了，电话在接通中。哦，电话响了，我来接电话了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红豆面包超人披萨店。Hello， 红豆面包超人，我是小羊苏西，我们要买几个披萨，麻烦你送过来哦，因为雷阳老师快过生日了。哦，苏西，你想要什么系列的披萨呀？我们现在店里面推出了很多口味的披萨。哦，要什么系列吗？我们要一个红豆面包超人披萨，还有一个 BB 超人披萨。哦，我知道 BB 超人披萨上面有很多的香肠。我最喜欢吃香肠了。哦，好了，麻烦你了。哦，红豆面包超人披萨。哦，还有一个 BB 超人披萨。哦，我收到了。那么地址填写哪里呢？地址就填写18湾31号。我和佩奇在这里等你哟。哦，知道了，地址是18湾31号。会准时30分钟以内给您送达的。好的，谢谢。中奖，这里有5款美味的披萨，我们挑选一个红豆面包超人披萨，中奖，然后再挑选一块美味的 BB 超人披萨。哦，小朋友们快看，红豆面包超人还在打电话呢，看来披萨店的生意很好哦，我们现在开始烤披萨吧。好的，小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先烤小羊苏西刚才点的第一个披萨，红豆面包超人披萨，我们把它放进炉子里。加上打包盒，然后呢，我们打开打包盒，我们把红豆面包超人披萨放进去，好好吃的披萨，然后盖起来。我们现在烤第二个披萨，是小羊苏西喜欢的烤香肠，哇哇，是不是很棒呢？哇，看上去好美味哦！我们把它放进炉子里面，加加，我们打开打包盒，然后把美味的 BB 超人披萨放进去，哇塞！上面还有烤香肠呢，还有辣椒丝，哇哦，盖起来。呼呼，我们有2个披萨去送餐咯。锵锵，小朋友们，这是之前的2份披萨，这一份呢是苏西点的红豆面包超人披萨，我们把它送到送餐车里边。第二个呢就是BB 超人披萨，我们也把它放到送餐车里。锵锵，我们的披萨就
放进去咯。呼呼，要去给小羊苏西送披萨咯，走咯。哇塞，今天的生意可真好啊。呼呼呼呼，今天的生意还不错哦，披萨都卖完了。呼呼，哦不对，还剩一个细菌饺子披萨。哦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喜欢吃这一款。哦，小朋友们，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关注和订阅我们哦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